家好，我是在《山河令》中饰演周子舒的张哲瀚。我是在《山河令》中饰演温客行的公主。张哲瀚老师，顾军老师。玻璃上的雾气，我临摹一个你，穿透风景，坠入你的眼睛，立体心吸引力，我温暖包裹你，才知道。大家成为好朋友，有趣的事情基本上每天都会发生。等霜雪落满地，风吹暖暖四季，等地球忙着自转，照耀你，我栖息的星系，有微光折射你，是我逃离引力，设下相遇伏笔。准备好了吗？我戒不掉你，像戒不了呼吸。第一位呢，肯定是要给龚老师了。龚老师 number one。龚老师只要一唱歌，谁不笑？长得不好笑，他多帅啊！长得对呀、啊。需要什么，都能帮助的地方，I love you. 我永远都在。